结束了金马颁奖典礼的工作后，平日的行程依然十分忙碌，经常透过社群与粉丝分享生活点滴的他，日前突然在凌晨发文吐露了自己的人生难题。露露在现实动态表示，最近对于头发未来的走向感到很苦恼，本来想着剪回俏丽短发，但又想试试看接发，挑战长发的造型。他附上了一张自己皱眉扶额的照片，以及短发长发的选项，真心发问，希望粉丝们能帮帮忙，给他一点意见。事实上，露露出道多年，经常以短发现身，刘海的造型更是多变。月初他才透露，将原本快扎到眼睛的刘海剪短到眉毛上面，散发青春活力的造型，让他看起来就像是大学生一样。由于露露拥有鹅蛋脸，因此几乎所有刘海造型都能驾驭，不论是短发或是长发，似乎都很合适呢。Bye.